你的父亲是死于你和你大哥梁成的两次撞击之下。去备茶吧。是。王爷。张夫人，有几个问题想请你解答。苏大人，你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。你的香囊可否借我们一看？有干蔷薇根、干枸杞根、白芷、苍耳子，还有朱砂的味道，这是治疗皮肤病的药囊。这香囊是新制的。张夫人，你的旧香囊呢？你在口供里说过，梁峰死的那晚你是直到早上才发现的，那为什么在死者鲜血还没有凝结的时候你就去过案发现场呢？你说我去过现场，证据呢？飞院，这上面的药粉是你香囊中的吧？还有这处血迹，正是因为沾上了朱砂的痕迹才会如此鲜红。就算我去过现场又如何？家里出了这样的丑事，我不去指认我大哥，那也是人之常情。可案发当晚你就已经去过梁峰房里，看到他倒地时他其实还活着，你拿起皮靴朝他的额角补了一次，而你的大哥梁成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你也去过案发现场。这第二次撞击的创面比第一次大得多，是你双手拿着貔貅用底面砸下。你的父亲是死于你和你大哥梁成的两次撞击之下。嫂夫人，你何苦这么做？张大哥和那个未出世的孩子也不想看到你这样。没错，原真是我杀的，我是杀人凶手。嫂夫人，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做？这是我夫君出征时我去庙里为他祈求的，他一直带在身上，后来齐王殿下派人将夫君的遗物送回来，他就在其中。自那以后日日夜夜我都将他带在身边，可是直到前几天我在金府上发现了夫君的血书。什么？他留了血书？张大哥写了什么？我一直以为夫君为国战死，死得其死，因为那是他的信念。可是看到这个血书，我才知道他是被人害死。余力战三日，无法突破重围，几经催促，院兵按兵未动，已与敌有私，此战断无生还之望，望妻儿珍重。